你知影这代人吼，都是单独小的大案件。哦。伊是花言巧语，把我骗去合作社的。若是无甲伊，甲因阿爹，因两个行为，互世人知影，我刘明死嘛唔甘愿。既然是安尼，我会当斗啥讲？感谢谢咧。你唔通看袂起我，我老实甲你讲，阮这边一直咧进行一个大计划。来，阮李姐已经向国会提交有关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。恁李姐是啥？伊叫张中磊，国会议员。就是甲李君生的爸爸是同款的，是无？无唔对。而且这个提案，就是阮联合叶桂良做伙提交的。阮这个一定要将单独受这等人卫星弹揪落来。甲单独受因卫星弹揪落来，敢那这议案无法度啦。向国会提交议案，只是阮的第一步。阮的第二步。会联络真侪间国内甲国外的媒体记者，你看，这些拢是要甲阮合作的记者名单。哼，袂干那我讲啊，嘛应该轮到你甲我讲一挂。来，老师妹，这次米哥哦，主题差不多，写了还算工整。你看嘛，放在你这淡薄下底，阁有适合无？哦，关键是嘛？哎呦，这陈长富吼，迄间毋是已经讲到真明确啊？伊来负责新青年，啊，伊一工到晚看袂到人影，啊，这么侪文章，咱两个哪看会了啦？长富吼，即马是无应该行袂开脚，所有代志拢集中伫伊一个人身上。你看，听讲新调迄边有人围攻，伊就赶去解围啊！啊？两位辛苦啊！哎呀，本来啊，哥算过来哦，恁真是要把我忝死哦！古唔闹是算过来，嘛来斗三工。哎，够对好未啊？够对好啊！好，你食片啊？你这是一种盛传，麻烦你啦，麻烦你啦。哎，这哦，精神粮食必须有，物质粮食嘛都有，所以哦，我两个赶紧传一挂小的甲送过来。啊，收了偌济个啊？这哦，无统计过呢。小熊、丈夫、老神，拢是一个人写几啊篇，佮加上其他遐用安徽话来讲哦，有条的啊，甚物叫做有条的啊？受罪啊，用袂来啦，太条的。讲到恁安徽人吼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安福遐断机水，起诉证是安徽的，北台这边单独收，乌色，你佮一涵是安徽的，也佮迄个京师警察厅的总监。嘛是安徽的，拢是乡党，恁是安怎都袂当通融一下啊？嗯，莫怪迄个通年虎讲，就是看袂惯是恁这的人啦。我感觉这个哦，叫通年啊，不是甚物好人啊。就这个通年虎，最近敢那一直咧找丈夫的麻烦呢？不是伊爱找麻烦，是最近丈夫做了伤超过啊。英平兄，你这句话我无爱听，丈夫倒位做了过分啊？这几天的报纸你都无看哦？拢是针对丈夫的呢，什么讲法都有啦。即马连蔡先生嘛拢牵连啊。老师们，我感觉你入场有问题哦，你替谁讲话啊？这是毋是我入场有问题？我是为蔡先生担忧。听讲早起吼，部政商阁甲蔡先生请去教育部啊，应该阁是为着丈夫的代志。克明兄，你知影我的思想是啥款？我是支持你简单独秀办新文化，不过即马压力受过大，
你我拢有担着国家的责任，袂当掺入故里的感情啊！你即马是咧讲笑话哦，袁叔兄，这敢是个人感情的代志，这是原则，是公理，对无？公理，哎呀，公理是需要人来判定的。丢定你，手提新青年，新条。一个国民三本十字四句告状，告你蔡元培佮陈独秀是为公商民教之罪人呐！伊要弹劾我这个总长，佮你这个北大校长，张马基昌嘛摕几本《新青年》《大脑总统府》，爱施世昌对谣言迄种危害雕工的蔡元培佮陈独秀严惩不贷。你去看卖啊！这报纸杂志，全拢是你北大的新闻啊！这个安徽孔教会会长是马基昌对无？敢讲伊走来北京？唔来伊来啊！伊阁带几下东乡派为老为少，专工来告状。我阁要甲你讲，警察总监吴炳湘，冒发监控名单来给我，内面。就有恁北大的陈独秀，甲李大钊。嗯，袁叔兄，除了你甲我讲的这些我知影以外，就连你无甲我讲的，嘛伫我料想当中。我要感谢你对阮北大的关心甲支持。唉，克明兄，我是提醒你，要注意风雪，好好啊通融。嘛、啊。你知影，我蔡元培毋是迄种毋知变巧的人，会当通融的所在，我一定通融。好，过时，过时，顺行。嗯。出来报纸，买买报纸无？买报纸。刘夏明。老强诶，你先登去北大啦。你个车停伫路边。新出来报纸。我落去一下。来来买报纸。买报买报。你先登去。好的。走。买报买报。报纸，买报，拄出来新报纸，来过来看卖哦。先生你好，今仔日报纸来未？来啊，请问你要什么报？我要买工人报。哦，好，多谢哈。免客气。先生顺行啊。好。买报，买报。读出来新报纸，微博来看卖哦，看读出来新报纸。来，先生别大声哈。好，一碗偏食。好。